新會用國兩週年，大表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。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，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新會用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就嚟摸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，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表天啊！尋日我哋嘅的士商會好勁，就係要打擊一啲非法嘅所謂嘅營運車輛，譬如好似 Uber GoGo Van 啊呢啲，因為而家睇到而家香港嘅的士牌已經直插到400萬樓下，即係話天一半地一半。咁的士商會而家講話攞1000架車出嚟罷工，佢唔撚罷個正，撲街冚家產。呢件事牽涉好多人，譬如好似譚慧珠啦。或者你亦都見到好似莊思明啦、莊思敏兩姊妹啦，因為佢哋都買咗的士，買個的士牌諗住發達，結果呢次仲唔嗨嘢，嗨到入曬。咁當然啦，求人得人，唔通淨係只可升不可跌。咁但係你亦都睇到點解而家咁多人對的士冇好感。就以最近發生嗰兩次事，無論係郵輪碼頭，或者有一個大陸嘅網紅，甚至選香港小姐嘅，佢哋翻到嚟香港，佢都話天價搭車，全部都講價。其實如果香港人就唔會啦，佢坐上去佢都唔敢同你講。但係擺到明就斬遊客，呢個亦都所謂嘅講好香港故事已經全面咁樣淪陷。即是衰到冇朋友。的士嘅形象其实就是由佢哋破坏。即使今日你话冇 GoGo Van， 你哋生意都唔方好。事实上你睇到而家香港一字咁浅，就是你只要夜媽媽出街，你望下出面，冇错，你望下出面你就见到几惊人，惊人嘅系乜嘢？冇生意。九点后嘅旺角的士话晒事，因为周街摆满晒都冇人。当然啦，如果你问我有咩点解真正嘅消费群已经移咗民，无论系楼价、车价，你都会跌，呢个系必然嘅。少咗咁多人。無以為繼，消費群體直插水底。咁但係你見到的士哥哥搞啲咁嘅嘢，1000步10000步我就話你贏。當然啦，真正損害嘅並唔係的士司機，因為的士司機無論你係10部電話擺曬喺你面前，5部電話8折的到最後尾真正賺到錢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。的士牌价，呢啲的士商会起两个价位就乜嘢都赚返啦，点会同你讲感情，係咪？所以你係完全感受得到嘅，即係话大家唔好扮傻仔，即係每一次罢工其实就係佢哋俾钱，跟住的士司机你免车租啊，出埋我嗰日人工，我未做下场戏囉。除此之外有几多个的士司机係真真正正同你搏命先得㗎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新香港，亦都是新香港的新制度。我们日日都见到这班人行来行去。事实上香港为什么会搞到这样，包括你们的士业无非是什么，就是特区政府并不尊重香港人才。没有做到留人才抢人才，只是日日都心系家国，国安法不停咁样含混自远，到今时今日你哋喺度嗌生嗌死，其实系冇乜嘢意思。少人搭车，服务态度，呢啲全部都系死因。啲400万嘅的士牌价，呢、这个只不过系的士嘅啫。咁你话啦，楼价亦都一样。
最新公布就是半山一个豪宅14亿腰斩到9亿卖。这个已经成为了香港常态。刚才刚刚好我有个网友说星哥啊走来找我喝茶，他依然望着那两层楼摸住摸住等卖楼。离开其实即是等于李嘉诚一样，不要想着赚尽最后尾的铜板。下跌的趋势是永远都是。以前的士是乜嘢？是烂棉衲。点解啊？我细细个，我大佬同我讲，佢话你要考翻个车牌。我问点解？你老本行你做唔落去，随时只要你考到个的士牌，摆低按金你就有份工做。呢个系最后尾嘅保险，但系而家你睇下的士行业变成点样？呢啲的士商会从来冇益过的士司机，佢哋系注重嘅牌价，即使你加价，哎呀又加价啦，咪佢哋代埋咯。有几多真系落到的士嗰度？其实你睇下台湾，台湾嘅的士牌价几钱？20,000。你有牌，你嚟申请，摆低20,000，你攞个的士牌就可以揾食噶啦。所以你见唔到台湾嘅的士系两更制。就是这样，我说的是20,000港币，不是台币，不是应该你走来插大匪就没什么意思。而你看到现在大陆的的士也是一样，只有香港不停因为过去的地少人多，如果特区政府要拨乱反正的第一时间就搞正那些的士，这些商行就对了。当然千丝万缕，即是叫你搞定谭慧珠，见到他的样子就搞不定了。节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科金睇广告，可以话加入会员同 patron， 大表 Nina 需要大家支持，拜拜。IM 澳洲移民公司专注移民20多年，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嘅移民课程，全程学费港币150,000内，无需雅思成绩。我哋为18到31岁嘅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。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，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办理劳工定居签证，没年期上限。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，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籍，无论在香港、英国、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点找 Christy 啦。